你若不信，就找程若愚对质啊，看他如何抵赖，如何巧言令色，如何继续骗我。玉儿绝不会骗朕。别急于孤枕，无论何几何两人。小凡啊，是怎么回来的？在天水间敲一封平常情话，冰雪中找一处欢喜自强。都查到了什么？如果陛下知道安王是姑姑送到邱子良手里的，他会怎么想？告诉朕，玉儿，你是你，成戏是成戏。姑姑犯了大错，本不该暴毙，只是即使成戏真的背叛了朕，朕也绝不轻慢。只是我若能及时阻止他，劝他悔改，一切还能挽救。只要你如实地告诉朕，安王殿下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不是说要去查证一件事吗？都查到了什么？我去找胭脂，我是让胭脂去帮忙打探弥沙郡主的下落。那结果呢？他也不知道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事要告诉朕？玉儿，说实话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朕就原谅你。有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……总之，等我都弄明白了。那你回去吧。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，臣告退。